们就要来接call in电话了。有什么话想对政府说吗？欢迎您打电话进来。第一通是来自台北的曾先生，您好。曾先生您好。喂，我要讲的是关于社会房屋网跟健康的方面。是。第一个我很不满的是那个挖眼案，到现在政府的态度。那你要不要把三年前台北让我当时我自己住台北让我吓到的办事的华山分尸案，是也一起拿来讨论？华山分尸案最新的进度是9月8号，陈伯谦高院跟一审仍判无期徒刑，说还可以教化啊，这个都已经这么凌迟人家了，虐待人家了，凌虐致死，这种还不判罪证确凿还不判枪决吗？那我认为。然后我知道台湾是民主国家，我要谈鞭刑不行，不可能。但是这种死刑犯在新加坡这种重大刑案一定会先鞭刑，然后再判他们无期。鞭刑其实更可怕，可是台湾我知道不可行，那你至少好好的让他的更衣室，你不要再一直让他们有精神的借口了。屏东这个也是，他们到底是不是装病，我真的觉得都需要再装，他们每次都是装这样子来吵。因为三年前那个华山大案真的会让我不敢去，有一段时间曾经不敢真的往那个北侧附近跑。是，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疫苗，我们的两剂，因为我下周才要去打第一剂 BNT， 我是第九类。明白。然后我第九类又被人家骂说什么抢占名额什么，我就觉得你们疫苗政策不要去分什么类，不要制造社会对立。还有我们的两剂的覆盖率才14%而已，的确很低，才赢越南3%，越南都在追的，越南现在追到11%了。我们哪天被台湾被越南追过怎么办？我们现在14%，越南11%，我们什么时候穷到跟中南半岛比？哦，这个要好好想。后面催货，拜托公布疫苗的价格，还有买特效药也公布价格。OK， 非常谢谢曾先生打电话进来。再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第二通的吴小姐，您好。哎，你好哈。现在可以讲了吗？哈。哎，您好，您在线上。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近哈，就是说那个都是零确诊嘛，啊，都是说没有人感染嘛，哈，都是哈比较看起来就是很好。但是每天哈，那个外面进口的都是调查的那个病毒，一天5、6个、6、7个、10几个这样一直进来。他这样一直进来的话哈，我们台湾受得了吗？以后我们台湾的医院都会塞爆了，你说对不对？都会塞爆啊，这样子怎么也不行啊？要请那个什么陈时中啊部长啊，他叫他想一想，想个办法出来。OK， 非常谢谢吴小姐打电话进来。